彼得，后面有人啊，彼得。山主峰哦，真的是从这边，对，零到一点六 K。各位，我们现在人在小油坑的登山口这里。今天我们来这边要来登山哦，我们的目标呢，这边七星山主峰，才1.6公里而已啊。哦，才1.6公里，不值一提，是不是？我们之前那个什么塔曼山吗？3.2啊，真的吗？我们今天3.2啊。可是要看喽。我们从这边走到这里，1.6，还要再走到这里，还要再走下来，应该其实也差不多。来看一下，差不多了，3.2了。好，差不多。哦，因为这里的路比较平缓，干，这里范太大了吧？我来过阳明山这么多次呢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风这么强的，所以我不确定今天的路程会不会因为风太强而变得不好走。希望能够顺利啦。那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早上9:40，我的目标是下午3点前就可以下山了。你要看，你看。好好好。再试。好。好啊！哎、欸！啊！好好好。有没有？我不要靠右边了啦！哦，靠背。哦。而且我刚刚一靠对，我马上就坐下来。上面还有。你走过来这边看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要。真的啦。人家是 model 哎、欸，大家都要拍你。对啊，你看你走过来一看到他的一瞬间，你就会先休息了。我不要。那我在这里休息。就会像这边这样，大概只有真奶那么有体力。我不想走了，我不敢看。我一直以为七星山很好走，我说真的，为什么你要揪七星山？有爬过啊 ，OK 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保证值得。你到时候一看就哇，你会看到那些云啊，那些烟，值得啦！你到时候 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等一下到七星山顶的时候，谁敢笑，就是哇好美，把你推下去。好，那我们都没讲，就是你下去了。好，我不信啦！你们等一下，你们谁家在上面打卡拍照啊 ，po 完美。就是、你就跳下去，就对，我就跳下去，不是，就是他们跳下去，你们自打嘴巴。好，对，我们在往左就，在往右就，那边那条黑线嘛，上面尖尖的那个，就是咱们的目的地。我会忍住不要吐出来，到那边为止的。走。走，我先。你看，我们已经看到尖尖的东西了。应该就是那个了。到了。哇！风太大了。到了。哇！风到我，哈哈哈！风超级大。不要拍我。各位，虽然很狼狈。不过我们到了七星山，对，七星山主峰。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排队区，感觉如何？很累，风很大，很凉。因为这里上来很好，风景很好。现在时间11点，我们大概花了1个小时多走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一个目标应该在对面那里，还有另外一个北方哦，这边风好强哦。在打卡拍照嘛？啊，不是说。在。来，我们看右边那位小姐。哎、欸。等下看把手夹出来。好，我看。
我们现在要到隔壁座，这边有一个七星山东峰，就在对面那边那边而已。走过去之后，我们就要下冷水。Come on, let me rest. 好疯，我想拍这个。好，找真奶，我帮你拍。等一下，可不可以调亮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用这个拍好不好？这个风强的有点荒谬。你知道多大？我觉得我刚没用手机拍真可惜耶。你应该去体验一下，我连站在那里都好痛苦哦。脚太酸了，我要控制自己的步调，所以自己慢慢爬，反正总之能上去的。然后现在这边看起来好像快下雨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爬到东峰这边有一段还蛮特别，就这里，这边的石头跟刚刚看到的有一点不太一样，红红的，你看这边都红红的。为什么山头都一定要风这么大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之前来这边山上，好亮好亮。你之前来山上风有这么大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风，并没有。坚持到现在就是厉害了。刚刚在那边，现在来到这边。大叔，你在喘吗？很喘，加喘。班长，我可以下山了吗？点点呢？真来可以下山了吗？等一下。好啊，你们没有人想下山是这样？你们喜欢在山顶办公吗？等一下，对了，等一下了。好了，办公那就。你现在背出来是要录取几下呀？接下来，下一次阳明山的目标就是去那边了。嗯，我会直达。擎天岗在那里。就是从剑台直达。从剑台哦，小15直达擎天岗。我可以去目睹你被牛撞。我会去摸它。超可怕！下一只牛回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敢，我会不敢。它就在你旁边那样子吃草，然后尾巴在甩，但你真的不会想摸它。我有追过，我追的是牦牛。七星山东峰逛完之后，咱们要往冷水坑的方向前进，那边有小石五可以下山。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点恐怖哎。可以啦，你看真奶都直接拍下去了。哦哦哦，走。你在等风小的瞬间吗？对啊。这边，你沿路下来会遇到这个七星山发射台教育广播研习站，所以这是电台，这真的是电台。哪里 ？Doggy， 拜拜。哎，这个里面有人吗？有吧，上班吧。看起来不像哎，可是里面有在播音乐，台北广播电台。对啊，这七星山也太高了吧。到了生态，哎，不对，梦幻湖生态保护，不是，你不是这边的生态保护，旁边里面就有一个湖在那边。比到东风还要快，很快，0.6。哎，不过是走左边还是右边？让我们自己决定。左边应该是上面那个吧？啊，应该是右边吧？好吧。走错重来，我觉得两边应该同样的。哦，哎通就对了啦。哎呦，这边前面风景很好哎。哇，看到马路了，总算要结束。
离城了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那我们实际上呢，这样走，东风、主峰，啊，走，我们从这边出来，所以我们这样一走一趟，总算走完了，太好了。哦，现在时间已经快两点了啊，我们走了差不多五个小时，太好了，恭喜完工，耶、yeah! ，辛苦了，完工，走完了，9:15下山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哦。我们会有位，会有座位吗？上得去吗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晴天刚有说就塞很多人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管啊，我攀在上面都要上去啊。好，我攀着都要上去啊。好，嗯。好、哦，还有背包请您拿下来哦，才会打到别人哦。哇，你们哇上不去哎、欸。我就跟你说，包包一样高哦。下一班还要一个小时哦。真的假的？好吧，上，好好好，下面还有一个小时，走，应急。没有，你那个能不能上来？门可不可以关啊？可以可以，没破再上。再上一步，上一步，待会又压掉脚，关哦，要关的，小心哦。好，可以。我压掉脚了，压到脚那个位。好，可以下去了，也上来了。各位，我已经回到中和这边来了，好累，我现在超想睡觉了。不过回家还要剪片，就是 YouTuber 生涯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今天我们走的路线，其实我大概讲过两次了，就是从小油坑，然后走到七星山的主峰，再到东峰，然后再下去到冷水坑搭公车下来。那你们还有精神的话，还可以去士林吃个饭干嘛的。主要的交通方式呢，我会放在影片的详细资讯处。你们如果有想兴趣，想要去走走挑战一下身体的体能的话，然后或是看看美好风景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啦，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登山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明天会更新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为了收视率，好，去吧。去吧，去爬，去吧。那没有路了。真的去啊，有啊，有路啊，我都看到路了。对啊，不是带着镜头的人去吗？去啊，我帮你拍。不要，我走了。哇，哇，你要去哪？